晚上好。我搁这看春晚呢。明天看电影啊，你打游戏。没爱了，不想理你了。竟然打游戏，我都没有打游戏。晚上好。新年快乐。你们都在干嘛呢？是不是这个点大家都出去放鞭炮去了？不想看长津湖，你可以看其他的啊。不是有那个叫什么这个杀手不太冷静吗？不让放，我们这边好像就没有停过，一直在放。我们好像从今天开始一直在放。真的吗？我总觉得今天怪怪的，我每次换一个新地方都觉得自己的怪怪的，真无语啊。我在看春节联欢晚会，怪好看的。你别打游戏了，聊聊天嘛。你们明天看电影吗？除夕快乐。明天我跟我朋友要去看这个杀手不太冷静，就要打。我感觉平常就是我们这里的电影院都要挤满，但是我买票的时候竟然还有很多空座位，就不可思议。不是公主切，这个头发是我剪坏了，不是公主切。而且之前不就是这个样子吗？嗯，电影院抢钱，为什么抢钱啊？价格还行吧，不都是五六十的样子吗？不是公主切，我记得之前就是这么长啊。林佳怡也说我公主切，真无语。电影票100多？没啊，我们这边都是五六十啊。你在哪里看要100多？是在那种中心商场吗？怎么可能好久不露脸？我记得上上次在家里直播那次不就露脸了吗？哎，不是我不露脸，而是你已经不来看我了，琪琪。你最近都不在我的房间出现了。真的，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过你了。嗯，第一见不到的是熊子给，第二见不到的就是你了。你果然是一个大忙人啊。哇，这个小朋友真会跳舞啊。哇，谢谢魔法少年叶之恩送的80个大闪。你是那个朋友吗？你是我印象中的那个朋友吗？放了3天，一天收拾家啊。好吧，祝您新的一年恭喜发财，谢谢您的大闪。哪个朋友？我记得我好像记得你，你是不是？哇，大王炸上天，我的脸上都是烟花，我都看不见你的拜年，琪琪，我看不见，我都是烟花。我把它关掉。关不掉。谢谢您的拜年，祝您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我现在看到了，刚刚就是一整个看不到的状态。祝您新的一年，恭喜发财，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，平平安安，就是这样。除夕快乐，水煮肉片。哪个朋友？我记得之前有个叫。一个是你，一个是蟑螂哥哥，你们是同一个人吗？我记得，在我印象中。我刚从我外婆家回来，我妹妹他们搁外面放烟花，然后还打羽毛球，吓死我了。在这个美好的夜晚，他们竟然在那打羽毛球。
怎么没有人啊？那我要走了，没有人，没有人进我的直播间，我要走了。其他人呢？其他人是今天晚上没有空吗？都去放鞭炮、放烟花了吗？别走，我没有说要下播。别走好吗？明天我准备上午去看，中午去看这个杀手不太冷静，晚上去看长津湖。我准备一次性看两个电影。挺嗨呀、啊！本来说明天要开熊子一四八年会来着，为什么要哭啊？怎么啦？怎么了？群里抢红包哪个群？反正我们今天是抢，我今天是抢了很多很多的钱。别人十块你一块，你这个不算惨。刚刚我们那个群里面大家都是二三十块钱，然后那个陈林前辈他抢了三块钱，他其实跟你也差不多，但是他两个包，两个大红包都只抢了三块钱，就很惨。我觉得他比你更惨。今天叶总发了红包，王总发了红包，草草哥发了红包，水子哥发了红包，染子哥也发了红包。你同事两块，你抢了三十，五百块的红包。多少个人啊？你就是分给多少个人红包呀？这个包二十一，那人挺多的。那还算不错吧，我们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。叶总好像发了400，王总好像发了有600-700的样子，挺多的。你们在看春晚吗？我把声音放大一点，让你们感受一下过年的喜庆。嗯，这里吗？看看。发了个表情给你，他发什么了？他干脆就是说，你直接把他微信删掉就行了。新年好，想吃。震惊的表情包。他已经被爱情冲昏头脑了。谈恋爱的人智商为零，你可以把他想象成一个大没智商的人。一连串哆啦 A 梦。你说的哆啦 A 梦是那个吗？就是最近很火的一个哆啦 A 梦的表情包。哎呦，你来了呀！这位叫做小熊饼干的人，你是谁呀？你今天发了一圈小红包出去，我也发小红包了，发到你吐血。除夕快乐，你是谁呀？有人想要骂他吗？你已经被幼儿园踢掉了，你已经被退学了。
哈哈哈。笑死我了。哦天哪，这个春晚好喜庆啊。谢谢。又是一年除夕夜，转眼间我们已经和新冠肺炎疫情战斗了2年的时间，疫情防控也锻造了中华民族生命至上，举国同心，舍生忘死。我的春晚有延迟吗？那我把退出去重新放一下。休息6天，你休息6天，直接跟你的女朋友一起去玩就行了。多快乐的6天呀！感受到了，小鹿，你买了一大盒草莓。过年你别过年了，你直接去你女朋友家过年吧。也是大夫，这口罩怎么说摘就摘呀？我得解释一下，我们这个地区啊，防疫工作是啊是啊是啊。你看，我们医院特意。我看了春演，你这都演半天了，那现在是一个小品，对吗？在这个区域里，我们医护人员可以暂时的摘下口罩，缓口气儿。不过，请大家放心，只要我们万众一心，众志成城，我们最终一定能够完全彻底的战胜新冠病毒。他叫什么？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叫郭子，但是他是一个秃头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核酸检点这个，核酸检测你还插队啊？拜拜。反正也没啥疫情，我就不用戴了吧。那就是你这种想法，防患于未然。我就给你拿一个。我有，正好，我这有个。你在打麻将？你跟你朋友打麻将吗？你不怕？你玩钱吗？差这么多？啊，对，我就是这么。因为我用的是电脑 iPad 可能，所以会有延迟吧。我来看看谁在直播，连个麦。郭子，你泡的这碗面你还吃不吃了？我的少主任太够意思了。行了行了，还一口一个少主任少主任的，平常你怎么叫我的？少哥，这日子多好啊！哎，等会儿，你刚才是不是出去了？消毒。郭子，哎，我怎么听说你最近心情不太好啊？听谁说的？你甭管我听谁说的。哦天哪，怎么没有我什么我认识的人在直播呀？是这个事化妆了呀，我刚刚去擦东西了，所以我现在不好意思再出现了。有谁啊？如果要没有这些事儿，我和我们那口子可能就分了。分什么？没法过了。专家，那我连过去。没法过了呢，郭子，这我得说你两句。咱们两个的情况啊是一样的，咱俩找的媳妇儿都是医院里边的。你在家要想过得舒服，我连过去。没收手机。嗨，小熊，新年快乐。你在家里吗？哦，我在家里。你的头好喜庆啊，我也好想拥有一个。我给你带到上海来，好吧？哎呦，声音好小，听不到。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，你在哪里？你在杭州吗？啊、哦，我在杭州，我在家呢。哇，真好！你今天收到红包了吗？我今天收到大红包了呀！耶！公主切了吗？什么？我说你是捡公主切了吗？
没有，你们怎么都说我剪公主切啊？就很像剪公主切了，没有，是我的那个刘海有点怪怪的。就是侧边那个是吧？你剪了个修脸毛是吧？对，哪里？好了，卡吗？他们说我这边好卡，我这边还有回音感觉。好烦啊！明明我感觉我网挺好的，我感觉不卡呀。不卡不卡啊！嗯。那应该是他们卡了，我不卡。我吃完饭了呀，吃完年夜饭了呀。我现在在看罗布奥特曼，没看春晚。我现在在看春晚。我刚才看春晚，我觉得太无聊了。我也觉得无聊，但是可以放一个声音。我现在声音是不是清楚多了？对，比刚刚好一些。因为我刚堵住了。嗯，现在好一些。现在好一些哈。嗯，我要给它支起来。现在呢？现在好了。哦，太好了，我要充个电。哇，我也想买你那个东西戴在头上，但是估计是买不到，来不及了。来不及了。嗯，你可以在，哎，我们回来的话应该还可以戴，因为元宵节嘛，对吧？元宵节。哦、对对，可以。可以可以可以。许久不见，甚是想念。许久不见，超级想念。你几号回去啊？什么？我几号回去啊？我8号吧，8、9号，7、8号，7、8、9号，挑一天回去喽。那我也差不多。你们是多少号公演？我们好像是11号。10号。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嗯、那肯定9号还得排练啊。对啊，好惨。哎，我们还能多放一天。对呀、啊，你们还得多排练一天。我们9号肯定要排练，9号肯定要过一下全场公演，不然的话，大家脑子肯定都忘光光了。嗯、好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除夕快乐，除夕快乐。嗯。也有道理，人家也是咱奶伙的，我奶伙的都不是。Hello。你们两个结婚都多少日子了？家务活还分得这么清楚？你干的，他干的，结婚了你别跟我提结婚，一提结婚我就来气。自从跟他领完证，光婚礼就办了4次。婚礼办了4次，怎么回事？你跟人说这个有意思吗？除夕快乐。天真有邪是什么歌呀？那我还想说第4次。我先说前3次。内啡肽。你说前3次。我看看。前3次都是我一手操办的，情节也天真有邪。咦，吓死我了！电话不是疫情就是救援，他转身就走了。你说剩我一个人，我还结什么婚？3次都是这种情况。你问他。来吧，郭子，你说说。我想出去玩了，你去吃饺子，好哦。你们不是让我闭嘴吗？放就行。你确定吗？他放出来可是那种没有伴唱的哦。你说岁数也不小了，孩子都老高了，再办个婚礼多丢人啊！就是为了满足他，他说带着孩子去结婚，那才有浪漫呢。好好好，我就把孩子也劝好了，朋友们都来了，我们等。我没事儿。那你就是想在我直播间听这个歌的吗？唱就是只有这个
用这个叫什么演奏。有难过，会撒谎之前，有句话再不说，让你笑过。就没勇气是我，你可知道？你有点个业务是什么？你还想要什么业务？狠狠把我一夜之间变成了代言人，谢谢爷 XZY 的，棒棒，新年快乐！毕业快乐！我们的吃完年饭了吗？我怀念了，你在他身边，那颗心一直这样，不知不觉，你的好友，你的好感很深，有种成熟，背景音吧，你跟我说话。我是谁？你说我是谁？声音很难听吗？很成熟。谢谢小北的一个大神。我现在是在 KTV 里头，名叫坠落凡尘。你可知道，对我做过一万个不可思议，只是你狠狠把我一夜之间变成了，太伤了呀！你别问。你太知道，太酷。可怜无私，忽然明白，忘不掉梦见歌词了。没有，你问好想。点歌你可以点我会唱的歌，那我就会唱，如果不会唱的话可能就是 BGM 了。嗯，我会唱啥？我什么都会唱啊。我看起来像没有化妆吗？我看起来像没有化妆的样子吗，朋友们？
是家里的活你全包了，孩子是你接送的，饭是你做的，家是你收拾，爸妈是你照顾。三角函数，新年快乐，悠悠姐是你吗？我好像记得这个号是你，对吧？是你吧？新年快乐，因为我记得你之前拿这个号来过。我来看看。老少，你是不是把口罩吃了？我来看看三角函数。行了行了，实在演不下去了。实话告诉你们俩，刚才我说。这个声音好。没声音，这个声音好正常吗？进来我都看不见字幕了，这个叫什么？KTV 的那什么玩意儿，现在没了吧？你
你觉得有点干，听不清我在说什么。听清了吗？这是你最喜欢的歌了。啊啊啊！不张嘴非常好拍，确实。这首歌真的好难唱呀。小江，你干嘛去了刚刚？我刚刚问你话的时候你都不在。真的吗？我问你现在在干嘛？一个人无聊吗？哦，你在打游戏呀？原来不无聊呀。拐推哦，这是就是拐推的那什么，他们家的那什么什么那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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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团建吗？给你发了六个红包，哇！小江果然是小江，太大的老板了。熊子 K 刚刚是不是走掉了？哦，熊子 K 果然是有了女朋友，就忘记了我们这群人，忘记了小熊和小熊软糖。在吃年夜饭，还在吃呢，都11点多了还在吃。江总带妹妹们打游戏，哇哦，小江，可以，还得是你。你们不是在打游戏，就是在打麻将，真羡慕。早知道我也不直播，去找我妹妹玩了。他们现在在快乐的放鞭炮呢，想吃到跨年。谢谢 Loki 的拜年，祝你除夕快乐，祝你新的一年可以，学业顺利，身体健康。你去吃饭拿红包，真好。今天晚上我也收到红包了，晚上好。半夜吃一顿，我才不吃呢，你在睡觉。你今天没有活动吗？这个点去睡觉。可以领你们出去放鞭炮，但是我家没买鞭炮呢。我爸又吓我一跳，这个玩意儿他总吓我一跳。我爸刚刚还跟我讲，他说大年初五的时候带我去买鞭炮，然后在我们家门外放。晚上好，小龟，你也没让我。谢谢小龟的虎娃。我今天放把你们炸上天的时候，你们是不是都不在？我感觉你们好像都不在的样子，你们一点都不喜欢我。总选的时候更常见，总选的时候是那个什么，哦，我好像知道，睡过去了。你们一点都不喜欢我，白放。哦，9999，我好像记得当时我已经下载了48了。对呀，谁喜欢我呀？你，我知道你在啊，苏苏，可是其他人都不在，就苏苏最喜欢我啦。还有谁没抢到红包？活该你没抢到红包。你的烟花，我的烟花你都不来看，滚！你网现在卡死，不是我的网卡，记错时间。我不然是在早上凌晨5:31给你放烟花吗？明年一定不是。谢谢您的50，谢谢您。你的头像真好看，果然还是我画出来的头像，是完美的。祝您学业顺利，事事健康，万事顺遂。然后平平安安的。谢谢小江的红包。在买东西，什么东西在买东西？是我放烟花的时候你在买东西吗？希望你的麻将可以赚，不是可以赢钱。你们玩麻将的时候玩钱吗？有啊。我其实我还有两个没画好呢，反正我最近没事干。
在买东西。你们明天要出去看电影吗？这个问题我已经问了很多遍了，刚刚都没有人回我。都跟你们说好了，5:31放烟花，你还说买东西，唉，果然熊子怡还是不太重要的。你明天出去拿电脑，再考虑看电影。其实我录屏了，我放烟花的时候录屏了。不看电影，那么多好看的电影你不去看电影？反正我要准备去看。怎么了？很多人不回家就剩你，本来说很多人不回家约好，现在就剩你跟你哥哥。哦，确实当时汤总不是说也不回家吗？不是也回家了吗？最后小鹿是不是也回家了？现在好像看起来是挺惨的，就剩你们俩。我的脸上都是特效，都是烟花，搞得我想出去放烟花。哇，谢谢小贵的夜蝶，今天晚上，哦不对，你再等等，这两天肯定给你画完。谢谢您的夜蝶。好的，小龟的话肯定给你个画一只大龟给你放在中间里。你不是小龟吗？那给你画只大龟给你放在图中间不是非常好吗？你觉得新年版大乌龟。画了平板电脑，穷掉了。你们工资，你们不是你们最后一个月工资涨了吗？红色龟壳，我觉得可以。到时候给你搁一只大乌龟。天哪，小行家，你这个头像真的很好看，我个人感觉。为什么小江不换呢？还是因为他不太喜欢我？嗯。没有，好吧，好的好的，你给我翻牌发要求可以。我都没有赶得上跟我妹妹弟弟一起放鞭炮，当时我在家里，他们在外婆家，我就没有赶得过去，都没有放到小金鱼。今年可以有出去的外物，新年愿望，今年可以有出去的外物。出去的外物是什么？显得你很吉利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个头像真的显得你很吉利，我简直就是一个非常会画画的人。接送机的这种啊，我也想体验一下，希望可以早一些可以出外物。烟花一个人放也可以很好玩，我想去放那种仙女棒。现在还有人给你送旺旺大礼包，旺旺大礼包是我小时候最爱的一个东西。我小时候收年货，除了绕地球100圈的香飘飘奶茶，叉有巡演。今年叉会有巡演吗？我记得去年叉是不是在青岛巡演来着？我要打喷嚏。炫滚啊！来东北巡演不得冷死？哦，不是不是，好想去东北巡演呀。青岛巡演很香，
旺旺袋里包的鲜贝，芝士不好，芝士是什么？我看过当时的青岛巡演，但是一般会去东北巡演吗？但为什么会去青岛巡演呀？是随便抽地方去巡演吗？你还可以顺路回家，我也想去东北巡演。赞助商，那你要不要做一下这一次的赞助商呢，小行家？可以吗？嗯，因为最佳拍档去不了青岛，哦，烦死了我妹妹。她不是喜欢曾爱佳前辈吗？然后就跟我说曾爱佳前辈在直播。谢谢扎山不是爹山的一个巧克力，谢谢扎山不是爹山的一个巧克力。嗯，当时疫情，哦。哇，他竟然在看我的直播，我说出来之后他就说过分了。爆了呀，爆了，已经爆好了。我不想拍一个人的那什么那什么玩意儿，真的好烦呀，本来就很没有那么闲。没有录啊，他是要到2月份之前录完就行。不急，吓你一跳也吓我一跳，这东西每次跳出来都会吓我一大跳。我的刘海好像被狗啃了似的，狗啃是刘海。还有38分钟，还有38分钟，我再播一会儿，我就去给小熊软他们发红包。但是今天晚上会有人在，哦不是，哦不是，但是今天晚上大家算了，我刚才说什么？我要先去支付宝领一下我的那个红包，5福，你们都领过了吗？对啊，红包，我待会下播了，可能要去微博发红包。50个包，2块50个包。Oh my god， 这个刘海，我真的是想把它给打死。不是粉丝群吧？好像就是微博发一个。像发一个微博一样的那种发红包，我看到他们都在发。红包和心在一起。要求好的。你觉得我这个发型好美？我这个刘海，我真的好难受啊！我感觉，哎，口令。口令到时候我在房间说吧，我现在也不知道，还没搞好呢。好的好的，我还是第一次发呢，发多少呢？1块钱怎么样？1块钱的红包怎么样？哈哈，不谢不谢不谢。不谢不谢不谢，1块钱，嗯，还是发得起的，不用就是说这么感谢我。我来看看有谁在直播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我认识的人跟他聊个天天。哇，林佳怡在直播耶。
么啊？好可爱、啊！我这不是过年，我记得那会儿看你不是这个样子的呀，我一直都是这个样子。干嘛啦？快看我，多可爱呀！真的好可爱呀！刚，哎，我刚刚是不是跟你们？哦，没有跟你连麦。刚刚有人说我公主切，所以我以为是你跟我连麦的。不是。你放完那什么灯啦？对，我点完灯了。点灯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祈求我新的一年一切顺利，祈求熊子翼新的一年一切顺利，祈求爱我的人新的一年一切顺利。太好了，那点灯是在河里点灯吗？点什么灯？没有，我跟你说，点灯就是进到一个房间里面，你摁一下开关，那个灯亮了，你就点灯。啊，是吗？嗯。啊，那我今天点过灯了。谢谢我，真的，我今天许愿的时候，就是有许到给大家。嗯，我红包发了吗？没有，我红包在十二点整，就是新年的初一的十二点整发红包。就是二十几分钟之后吗？前面那小飞飞的红包，哎，什么？就是十二点，还有二十几分钟，你就要发红包了吗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还有二十三分钟。那你是用这个手机发红包？你现在用了这个手机？哇，发的微博红包，让粉丝抢吗？不是，我是说你那个微博是登在你现在这个手机上的吗？对呀、啊。那你要下播发？为什么？那你是不下播发？我定时发了。啊，好吧。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干什么还要下播发？好吧，还是我太笨了。你吃年饭了吗？吃了呀。你看春晚了吗？那你为什么今天割我甜蜜双排？我没有割你、啊。你有割我？你说你再睡一觉起来。没有，那是真的，不是再睡一觉吗？那你睡到几点起的？睡到五点。我是不是让你睡醒叫我来着？我五点叫你的时候，五点半我就吃年饭了。什么东西双排？昨天我正好看到熊子翼在玩和平精英，然后呢，然后我又不会玩和平精英，所以我就叫熊子翼，我说啊，那我明天可以甜蜜双排。然后后来加入了瑜伽位，然后我们就说啊，那我们就可以甜蜜三排。但是他好像要四个人才能排吧？可以啊，三个人其实也可以。三个人不会拉一个外面人吗？然后就是四个人，然后我都跟张冉说了，我说晚一点找你甜蜜。找你刺激四排，都因为这个小五都跟我吵架了。哎呀，他怎么又吵架了？他太爱你。他说为什么你玩吃鸡，你要玩游戏没有考虑到要邀请我一起？我说你不是因为你晕三 D 吗？那你他说那我晕是一回事，你问不问我又是一回事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因为这个吵架了。小五哥哥还是一个娇妻，我们就吵架了，在新年因为熊子翼吵架。我真无语、啊。哎，喝爆了。你觉得我的刘海奇怪吗，林佳怡？奇怪。我真无语。话说，有一说一，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很奇怪。嗯。你应该知道我想说什么吧？公主签吗？不是公主签。闭嘴。我还没有说，你就叫我闭嘴！你们说现在的小后辈怎么这样？你再过来我看一眼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我把刘海搞一下。你在家没有洗刘海吗？还是很奇怪。我跟你说，一旦我把注意力，我把就是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我把注意力放在那个上面，我觉得很奇怪。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事情？就是你的发型的一部分。不就是我的公主签吗？不是公主签。那是什么啊？哎呀，就是我上次告诉过你的，我说小熊，你下次那什么一下。你是说我的发型吗？不是不是，是跟我有关的一个东西。跟你有关。刘海，
你是铁刘海，跟刘海也有一点关系的东西。啊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吧？闭嘴！又叫我闭嘴！他短短连麦五分钟，短短连麦五分钟，他叫我闭嘴了两次。熊子怡，你现在在我妈心里的印象可好？真的吗？我上次看到你房间了。对。哎，现在不错，熊子怡。等一下，我再搞一下。再搞一搞，再搞一搞。直男们都不知道你到底哪里发生了变化。那不许说。我不说不说。你看，熊子怡总是说，他总是说我欺负他。他说林佳怡总是欺负后辈。看看到底谁欺负谁。那我只是在公众面前欺负你，在背后的时候就是你欺负我。那你为什么要在公众面前欺负我？我要让大家看出我真实的一面。你要把你真实的一面也拿出来，把你平常欺负我的样子。是很怂啊。不是，你把你平常欺负人的样子也拿出来。我只是一朵小太阳，我小太阳花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好可爱的太阳花，好像这件衣服很不错吧？正好是你的应援色，我准备把它带回来。哇哦，正好是小鱼的应援色耶。确实也是小鱼的应援色。对，妈妈喜欢熊。妈妈说，哇，那个小后背就是那个小熊，那个熊什么，她说那个小熊。对，微博已经设定好，她说她想都没想直接就说喜欢你。对，妈妈也很喜欢这种细节。他当时网友有问的时候，我真的没有思考就说出了你的名字。对呀、啊，就是说妈妈也很喜欢这种细节，我也很喜欢这种细节。你完全就是把我们一家人的细节死死抓住。果然你很爱我。不是，我觉得是你有目的的接近。不，没有啊，开玩笑。真无语啊！开玩笑。就是你死死的抓住了我们一家人的细节。我还记得你之前在公演上拉着我的手偷偷跟我说，熊子怡你是我最喜欢的小后辈。我没有说过这个东西。你说过。谢谢傻子的红包。我什么时候说过？有一次公演 MC3、哦、是你问我，你是不是我最你我是不是你最喜欢，不对，你是不是我最喜欢的小后辈。对 啊然后后来结束了之后，你就偷偷拉着我跟我说，我是你最喜欢的小后辈。对啊，我一共就两个小后辈。哎，果然赢在了人品。一个是一流，一个是你没有别人了。你说说为什么你比起一流更喜欢我？因为你喜欢我，所以我喜欢你。一流没有那么喜欢我，所以我更喜欢你。你比起一流更喜欢我，所以我更喜欢你。那一流喜欢更喜欢你的话，那你就会更喜欢一流了吗？对啊、一流更喜欢我的话，我也就更喜欢一流了。那你知道一流喜欢谁吗？我知道一流喜欢谁。谁呀、啊、我怎么会不知道一流喜欢谁？你不会不知道一流喜欢谁吧？不知道。也是两块一毛六。对呀、啊、我才一块六毛八。我想吃一块八，我想吃鸭胗羹。这边有啊，有啊，哪里呀？我都忘了给他们了。你是你能支付宝吗？啊？支付宝？我支付宝一块六毛八。让我去领一下，等等我。你去吧。先吃一个开锅的薯。啊？我们吃完了吗？他们可能在动车上面。这也很好呀。行，我在直播。你在这放冰上来。放什么？放鞭炮。那我下来。啊，我下来。时间没到。几点钟放鞭炮？12点。好吧。那么你再播过来。没事，我带着他们一起看鞭炮。我也要看。想要。你也想看？不给你看。求求你。我在跟熊子怡连麦。啊？我在跟小熊连麦。啊，那你叫他下来吧，来吧，到我家来看吧。好吗？我现在一家人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一家五口都在我的房间里面看着我直播。那你跟姐姐他们说新年快乐。我领了两个一块八毛八。不要啊？为什么你领了两个？哎哎哎，韩哥又要出镜了。
你来吧，哎，你看一下你的小熊姐姐。去吧。Hello， 黄哥。姐姐新年好。谁是小熊姐姐？叫姐姐新年好。姐姐新年好。讲大点声，听不见。看着姐姐。嗯。出镜，出镜一下。嗨。哎，姐姐跟你打招呼了，你也跟她讲一下。嗨嗨嗨嗨嗨。好了，走远一点，走远一点。哇，好帅的小伙呀。拜拜。衣服先晒起来。你十二点放鞭炮？我爸好像十二点放鞭炮。我感觉我们这边也会有人十二点放鞭炮。哇，那十二点就会很吵哎。对啊。那我就没有办法下去了，因为我要等着大家抢红包。哦。那我待会儿也要下去抢一下你的红包。可是你不知道我的口令啊。你在房间发了吗？没有。那你告诉我可以吗？不可以。求求你了。嗯，求求我也不行。真的求求你了。嗯。只有真正关心我的人才会知道我的口令是什么。我只不过我刚刚看你的直播，看到了你去点灯，我不关注你吗？对啊，那可能我的口令就是点灯吧，你也不试试。行吧，你是点灯的话，我就回来打死你。我的口令是，我最喜欢熊子毅。我不相信。不相信拉倒。哎，林佳怡最会骗人了，她是一个会骗人的漂亮女人。果然，漂亮女人就会骗人。不是的，你不要脏其他漂亮女人，只是我会。哈哈哈哈哈！笑死了。你播了多久了？我从十点半播到现在，快一个小时了。你是准备等十二点吗？啊、好啦。你呢？你熊子毅，干嘛？现在还有没有谁在直播、啊？你看看，我刚刚没看到人，所以我就跟你连了。那你看到人就不跟我连了呗？啊哈哈哈哈哈！哎，熊子毅，干嘛？我看五博还在直播，这样。你把我挂了，你去跟他连，在他连起来的时候，你就跟他说新年快乐，然后你就把他挂了，然后我去跟他连，连完之后我也说新年快乐，然后我也把他挂了，然后我们俩接着连，他就连不到我们了。好的，好的，拜拜。好。在吗？有人在吗？我要去连小五。我连麦了耶 ！Hello， 小五，哇，好好看啊，今天。哇塞，熊熊，你在家吗？对啊，我在家，你也在家吗？我在家。这个红灯笼是不是看起来不像家？对啊，看起来像在什么仙室的样子，仙女回仙。仙室是什么？你捡了个公主切吗？我没有。你们怎么每个人都哎，有点明显啊！你这个公主切的有点明显。没有吧，它只是个普通的边缝，这个普通的。那你躲什么躲？来来来来，我看一眼，我看一眼，看一眼。你是无语猪啊！你给我看你的公主切，我就给你看我的全脸。哈哈哈！再看一眼，再看一眼，再看一眼。看到了吗？你切的好像不是一个长度。对啊，因为它不是公主切。啊？叫什么？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就叫做，遮脸毛。哦，好，那遵守约定，我也给你看我的全脸。等一下，你没见公主切王一柳。王一柳在哪？王一柳在你那边弹幕上吗？对啊。好，两边拼起来，这是一个全脸啊。这边一个。你好油麦呀。这边一个。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弹幕上，你刚刚明明不在的，王一柳，你刚刚明明不在的。加五，新年快乐！我听说你和林佳怡要整我。谁呀、啊？我听说的。新年快乐！我挂掉了，现在等林佳怡去。他
他知道了，是不是因为我速度太慢了 ？Oh my god！ 不要，林佳怡现在在干嘛？让我看一眼林佳怡在干嘛。我看一下林佳怡有没有连过去哦。我听到了，他说我听到了。我现在去看一眼林佳怡。哇，今天好多人直播呀，我都找不到小五的直播。苏苏你在呀？好生气，你连完了？对，我连完了。我刚连上他，然后说了被他带过去了，就跟他聊了会儿天。你怎么能这样呢？然后他就可能底下就有人跟他讲我们要整他的事，那就不连了，结束吧。你没连，我们俩连着吧。你没有连他吗？我刚刚看到了于家卫的前饭头去告密。Oh my god！ 他前饭头谁呀？哦，那个老好令人生气啊！真无语，太没意思了。告什么密啊？太没意思了，好不容易玩个游戏，非要去告密，不玩密很有意思吗？就是。你看，熊子一气都摔手机了。真没意思，不玩了。真无语，真无语，太无语了。新年的啊，不对，今年的旧的一年的最后一次无语。新年快乐呀！新年快啊、哦！吓死我了！新年快啊！不是，我在跟我的粉丝说新年快乐呀。对，太无语了，好不容易玩个游戏，非要去告密。告密有什么好玩的吗？就是、啊。你是觉得当了场外很好玩吗？就是、啊。嗯，我现在是一朵生气的太阳花。笑死了！谢谢番茄的虎虎生风，谢谢番茄的虎虎生风，祝您新年快乐啊！除夕快乐。没有。没有，太没意思了，不玩了。叶小英，生气。叶小英的一个吊坠，金吊坠。叶小英的一个虎娃娃。新年快乐！一下子刚刚说你的头像，对我刚刚我看到微博私信了。是吗？我粉丝说他的头像是。那个，新年到了，林佳怡可以把你踢出直播间吗？不可以哦。在淘公主月的一个红包，不可以哦。为什么你那边这么白呀，熊子怡？我白吗？你不光好好，我日常都觉得你的光很好。那是因为日常我会找光，你可以找找在房间里。谢谢祥英的一个红包，谢谢祥英的一个红包。可是我的房间没有光。我觉得你的脸也很亮啊。真的吗？可是我觉得你更漂亮一些。那没有办法的，哎，太漂亮了，熊子怡，没有办法的，哎，你有没有想我啊？我想死你了，你不跟我聊天的时候，我以为你要抛弃我了。骗人，明明都是我在找你聊天，你什么时候主动给我发过微信？我没吗？我一般不在的时候就是想我。我的粉丝肯定想我，真的太久没见了。我跟我的有一些粉丝，我甚至都以为他们失联了。啊？不不，他的刘海是真的，不想，不想，那我就想你们呗。既然新年的最后十五分钟，就让我来当一下舔狗吧。笑死了，我愿意让你当我的舔狗。我不愿意。我愿意。谁呀？这么久没出现，谁呀？对，小熊其实是很可爱的。我真的觉得他有些地方还是很戳人的，戳你，笑死了！怎么颜色不一样啊？他刘海颜色不一样吗？我粉有个粉丝说你刘海颜色不一样，一样吧？一样的，一样的。没当过舔狗，其实我也没当过舔狗。你看我的手好红啊！怎么了？
感觉一直在动着。为什么？你开空调了吗？怎么会动着？没有开空调。我昨天看到一个抖音说温州人从来不开空调。为什么？因为温州不冷吗？温州不是应该挺冷的？我觉得温州挺冷的。对啊，对啊，我的睡衣是个花，但是他们说我像苍蝇。有点像的。真的吗？那有点。真的吗？对啊，我的睡衣也是紫色的，是唐老鸭，它叫什么？也是黛丝吧，这个是。嗯。嗯。啊，你是浅紫色，我是深紫色。温州今天太阳很好，我前天回来的时候下雨来着。哦，我昨天，我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刘海比后面的头发颜色深点。差不多吧。哦，我30回来的，那就是昨天回来的。搓手我已经搓过了。我有点想元宝了，想元宝。元宝今天喝鸡汤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？元宝今天上了贝传他们家的饭桌喝鸡汤。哇，感觉他不一样了。我感觉我想，天哪，我觉得他都要开始掉毛了，他开始吃鸡汤了。他喝了鸡汤，还吃了一盘的狗粮。哇，我觉得他有一点，我有点害怕了。我有一点点想吃鸡汤元宝。鸡汁元宝，我巴掌给你吃。你想吃元宝？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，8、9号。你们知不知道有一种说法叫初八不回，初九不归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听过呀。我没有，我们有一个说法就叫初九。那就是说初八不回家，什么初九不归是什么意思啊？初八不回去，初九不初八不回，初九不归。嗯，初八不回老家，初九不回新的地方。啊，但是我就是初九回，怎么办？其实也可以啦，如果你没有这个习俗的话，其实也可以。就是有这么听过这，吃狗粮的猫会汪汪叫吗？会，它会说人话呢。他会说再来一碗再来一碗。嗯。好无聊啊熊子怡。真好无聊、啊。还有10分钟就要过年了。大家今天好像出去玩了。嗯。我感觉好多人今天都出去玩了。对啊，我今天没有出去玩。你明天要去看电影吗？我明天没有要去看电影。明天有什么电影上吗？明天有那个什么，这个杀手不太冷静，我要去看。明天有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啊，我喜欢看。你喜欢看？是你妹妹吗？对啊。可以出镜看一眼吗？不可以哦。你都已经见过我的弟弟了，你还要看我妹妹？我下次让你看看我的弟弟和妹妹。可以啊，你有弟弟和妹妹吗？不是亲的，是我舅舅家的。那等你妈妈什么时候生了亲弟弟和亲妹妹，我再看吧。我真无语、啊。元宝，元宝有新的小伙伴了，他和布丁家的不是，他和段奕璇前辈家的布丁，还有被传家的蹦迪都玩得特别好。哦，那个滴滴滴前辈家的猫也在被传家。对、哦，对，一点亏也不肯吃的林佳怡、嗯，那可不。那我那天在视频里面看到那个巴拉元宝的是谁的猫？是贝传的猫，贝传妈妈的猫叫蹦迪。哦，他那个猫就是说给我的带我放烟花，林佳怡送给你的。我55分就要挂掉你的连麦了，我要5分钟跟我的粉丝们一起过12点。好的，好的。那我过完12点，我忙完，如果你还在，我就来找你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那我们再聊那么4分钟的吧。好的，好的。你开始话题。我们来玩游戏吧。玩什么？你说。我说，刚刚就是我说的，现在该你说了。嗯，我有你没有？你有什么呀？就是那个我有你没有的那个游戏啊，你知道吗？我有大花的帽子。就是你没有了5个就输，算输。
然后要一个惩罚。来吧。惩罚是什么呢？惩罚就是，你想个惩罚。再说吧。好吧，那先有吧，来吧。我牙齿里有一个钉子，你没有。我确实没有。嗯。我有大花的帽子，你没有。我确实没有。Hello。我没有。嗯。谢谢，谢谢。住在熊子义心里的秃头小江的红包虎娃娃还有金吊坠，他说他喜欢你。没有，他喜欢我肯定是因为你喜欢我，这是一个爱屋及乌的动作，我懂。哦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。那是不是你的粉丝也要来喜欢我一下？那当然啦，当然了。那你的哪个粉丝来喜欢我一下呢？哪里抢红包？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我的微博会发红包，在12点的时候，但是有个口令，你现在赶紧去应援群。应援群里应该说了红包口令是什么，你快去看，一共就50个，没有就没有了。跟我说一声嘛。我的口令是我最喜欢熊子义。真无语啊。要再发一遍，应该不用吧？番茄好像在群里来着，他应该在群里吧？因为我在集资的名单里看到了他。啊，就是那个冤哦，我有一个冤的，我有一个冤的练习室。哦，你怎么有拍？哦，可以邀请你教教我吗？可以啊。这是你的粉丝吗？没有刘海的韩宝爱我是你的吗？是我的粉丝。Hello， 谢谢你的虎娃娃，你的金吊坠，你的梅花，谢谢您。不客气。谢谢宇宙无敌的奇苏的金吊坠。你怎么会搏击笑啊？谢谢在逃公主月的荧光吧。可以很期待一下约，期待一下约吗？就是说先不要吧，先不要吧，我还没学呢。别，你是要干嘛？你是要怎么样、啊？要拍个练习室，这是金曲的奖励呀。啊、哦，是这样，可以，那我回去教你。好的。嗯，谢谢 L U 红包，熊子一。嗯，谢谢酷酷的奇的拜年。谢谢酷酷的奇的拜年，祝你除夕快乐，祝你新年快乐，祝你一切顺利，祝你喜欢的熊子义和吴博涵都一切顺利。林佳怡的粉丝在吗？林佳怡的粉丝在吗？口令是吗？啊，酷酷的记，酷酷的记吗？他们不都叫他酷酷的奇吗？对啊，我印象里念他们叫他都叫酷酷的奇来着。口令是什么？去应援群，应援群里肯定有口令，在应援群里，一共50个啊，抢到就是赚到，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包。林佳怡的粉丝在吗？林佳怡的粉丝在吗？不在不在，林佳怡没有粉丝，不在不在。嗯，谢谢林佳怡的小保安的红包。林佳怡的粉丝都等着抢红包呢。真无语啊，不是还有5分钟吗？12点整抢红包，真的是很大的包，很大很大的包，真的超多钱。我发了个5块钱的红包，50个人抢。你把口音告诉我呗。那我微信告诉你。可是我都不知道，可是我都忘记了口令是什么。口令是什么？喂。下午给等一下，等我妹告诉我，我微信发你啊。哎，我发你的红包你没有收啊，熊子义。什么红包？给你一封信的红包。我收了。我收了。没人收啊？收了。
谢谢。没有刘海的韩宝，爱我的一个梅花，一个红包，一个虎娃娃。你不告诉我，但是林佳怡现在告诉我啦。我已经知道了，不能告诉别人、哦。我去等一下。就是大家现在我给你们安插了一个竞争对手，哎，那你不管抢到多少都要分一半给我哦。啊，你不管抢到多少你都分一半给我哦。啊，好吗好吗？好吧。好了，我要关连麦了，拜拜宝贝。新年快乐，拜拜，我去搜你的微博了。一晚上大出血，谁让你给他发红包，他的粉丝都不给我发单，大半年，哼，难受了。刚刚我的淘宝获得了两个1.88元，哦，不是淘宝，是支付宝。你抢红包手速太快，被他们欺负了，笑死我了。你们他们发红给你一个人敬业，谁让你去其他人那里玩然后不来找我。谢谢奇境的一个大王炸上天，好惨，一点都不惨。你还给林佳怡送梅花，你都不给我送梅花，你给林佳怡送梅花，他们敬业你敬得非常好，就应该把你给禁言了。一分钟，我要先抢下林佳怡的红包，大家等等我。你们想知道他的口令吗？他们现在在挽留你，笑死我了。哎，你们听到了吗？我们外面在放鞭炮，听到了吗？我们这里好像没有禁鞭炮，听到了吧？声音好大。哦，他要发了，他要发了。新年快乐！忘记跟你们说新年快乐了。什么鬼啊？为什么我没有抢到？他说是一个爱的抱抱，然后没有抢到红包。竟无语。新年快乐！哇，我们家门口那个鞭炮声真的好响。
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对，我知道啊，我刚刚去点了，但是我没有抢到。这个什么，这个带你放烟花，在我这里好像到现在几分钟没有停过。你群发了900人，你的微信开始跳起来了。你怎么可以群发这么多人？熊大是谁啊？我可不是熊大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群发啊、哦，好吧，我待会儿要连领加一，我去骂他，我没有领到他的红包，哼。祝你们新的一年万事如意，恭喜发财，万事顺遂，平平安安，顺顺利利，万事顺意，耶、yeah! 大年初一了，起床就要去拜年了。群发助手，我知道，我好像知道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让我们放出一首新年快乐的歌，喜庆一下。你们那里有鞭炮声吗？怎么感觉整个世界就我们这里在放鞭炮的感觉？哇，谢谢小企鹅的虎虎生风，新年快乐，小企鹅！新年快乐，祝你新的一年身体健康，万事顺遂，学业进步，天天开心，健健康康。好的，祝大家新年都是快乐的事。这个妆容，刚刚有人说我这个妆容像没有化妆，我总感觉怪怪的。的笑容 ，Your friend， 太多了。秀雄，怎么了，小五？新年快乐！没事，我也就是跟你说一声新年快乐，没事了，拜拜。太坏了！真无语。我还没有来得及说下一句话，他就把我给挂了。哎，
Oh my god， 林佳怡拒绝我的连麦，我要连过去骂他。我不重要了，是因为武博还在跟他连麦吗？难道？在连麦，他在跟谁连麦？他在跟谁连麦？群主，哦，好的。你们现在附近有鞭炮声吗？请问大家附近有没有鞭炮声？感觉全是鞭炮声，我以为就我这里有鞭炮声，我又开始看春晚了。北京不让放，我们这里好像也是不让放的呀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放个不停。上海也不让发，反正我大年初五也要去放，想要去抢一下财神。新年快乐 Yuki， 新年快乐，谢谢你的红包，新年快乐，祝你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，学业进步，跟一个普通的周五一样了。今天周五啊，Tuesday， 新年快乐，小鹿。Oh my god， 这个声音听着我想哭。几点微博发红包？你是在等我的红包吗？我今天晚上就不发了。我想想看发多少。林佳怡发的是300，我发多少呢？睡了，我要发红包的，发1块钱会不会太小气了呀？500。500，这不是要我的大命吗？早知道我那个送你们炸，送你们把你们炸上天，晚点再炸，感觉你们都没有看到给你们的炸上天。好，什么事儿啊？怎么感觉有点严重？不是严重的事儿吧？不严重行就行，说的我都害怕了。
我待会儿再连个林佳怡，我就下播。我连过去就是为了骂他一下。新年好呀，鸡腿，新年好。不回就让苏苏明天去打我，那看来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，那我不回了。我就是想被打，我以为是什么严重的事情呢，看来不是很严重。那其实不回也可以吧。你想被打，你现在就想被打，那你过来，我们约一个地方，我现在就过去揍你。我这个面光好像有点暗，调亮一点。嗯，好像还是有点暗，算了，不重要。哇，我的小琴在直播呀。你要被红包砸死了。你今天，你看看今天的高铁票，今天就要来泰州。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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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来了，泰州过年没意思的，别来泰州。泰州过年都是鞭炮声啊什么的，烟尘灰尘太大了，还是别来。微信红包领不过来了，真羡慕领不过来的微信红包，我也想领。我这里有个抢红包，但是我一直说我抢，说我抢晚来晚。谢谢鸡腿的红包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谢谢你的红包，红包来了。这个红包怎么关？关不了吧？它一直在这儿。你只能等他看完。妈妈要来泰州，不要不要，别来，你们可能见不到我，你们只能见到苏苏。口令是奇奇渣渣，奇奇渣女。嗯，谁要见我？他们要见我，他们要见我，然后打我呀，他们刚刚说。竟无语啊。我的熊子一年会什么时候办呢？本来是想明天办的，但是明天带王炸上天。我真无语。是一方水土一方根儿呀，顾云啊，我十二点半下播，我去发红包。不会没有人想抢我的红包吧？那我就不发了。什么？没有人想要抢我的红包？
什么？琪琪要给我发大红包，真的吗？是哪种红包？是我直接在这等着你就可以送到我头上来的那种吗？谢谢，我提前谢谢你了。嗯，请游戏请你发。为什么要给我一个大波溜子？为什么不能给我一个红包，还要给我一个大波溜子？你咋给我？嗯，也是。嘟嘟嘟。我远离你的生活，我又没有靠近你，我怎么就远离你？还没靠近，怎么还没远离？不是，还没靠近，怎么远离？我这个刘海跟个大变态似的。过瘾啊！我感觉大家现在是不是都在说什么“新年快乐哦，新年快乐”？大家现在肯定都在疯狂抢红包。就我搁这儿傻傻直播，林佳一播完了没？我要打过去骂他了。熊子怡，快乐林佳怡，新年快乐！他没有抢到你的红包，为什么呢？他们都没有抢到，为什么？你红包抢的那么快的吗？因为可能应该我只发了50个吧，也太难抢了。但是他们怎么知道我的那个呀？他们怎么知道我口令？这件事情就让我非常的想不通。谁知道你的口令？就是那些我根本没有见过的 ID， 他们怎么知道我的口令的？难道他们在默默的关注我吗？他们可能让我点进一下他们的主页。好的，让我看一眼他们。好。真无语啊！我都没抢到，我搁那搞了半天没抢到。真无语啊！真无语啊！我都。一个兄弟们都不认识，用挂的哦，原来是可以用挂的是吗？什么？原来是可以用挂的是吗？开始查水表了，不是查水表，就看看大家都是我认识的有几个。哇，还可以用挂，这个太坏了吧！我看到那个第一名是谁来着？就第一个10块钱的那个。10块钱没有，第一个是19块的。19.74，真羡慕。我以为10块钱已经很多了，没事没事，已经抢完了，也就抢个那个嘛。很多挂，玩这个也有挂吗？天哪，不会吧，不会吧，这也要用挂？所以认识的有几个？哎，一个都不想认识，没有了。啊，真无语啊。认识的，其实说实话，真的没几个。我要不抱抱我认识的，就是我有印象的，林佳怡有印象的，就在林佳怡的。可是我先点不开我的这个。嗯，为什么我点不开了？哎。嗯，我认识翠翠，翠翠，翠翠微微，哦，翠翠翠翠翠翠翠，小鱼的老 emo， 还有刚刚大家过来送了礼的塞纳，河边的猫半仙，还有什么？我数数啊，1234567890101112
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。嗯，其他人都不认识。其他人都，我这里只能显示这么几个，其他人的显示不出来。啊，我都没抢。宁气是喜素，你都没抢到是吗？对啊，我明明手速已经很快了，都没抢到。你刚不是下播去抢了吗？没有，我用小号抢的，没抢到。嗯，但我记得以前好像，以前哦，白月光那个就是小羊，没对啊，没有抢到钱的新的一年不会就不喜欢我了吧？喜欢，怎么可能会不喜欢呢？那就好。你今天晚上有事吗？没事。不喜欢了，不喜欢了，那就换换吧，没关系 ，no problem， 出坑就现在，拜拜。哇，没事没事了，谢谢你的舞狮。谢谢你的舞狮。哇，谢谢。你要吃哪个？我想吃年糕。谁谁我还想。哇，你请，你请。你挂有吗？我吃熏熏。我就不粘你，怎么样？待会再粘。那我这怎么拿？我吃这么一大块。这是什么？这不好拿。大哥，把你这肉肉哭哪个地方？还是哭搞起，哭搞起。你拿我去见你吗？你叫谁开？拿我去。谢谢住在熊子一心底的小江的汁。你先放在这里。好。放给你吧。他不要筷子。这是什么啊？发糕吗？年糕啊，甜的年糕，红糖年糕，感觉好好吃。一块六毛六，就想买到你一年的喜欢吗？哎呀，一块六毛六六毛六六，一块六毛六，那就先姑且买个一年吧。等我什么时候发达了，我再给你们多发一点。嗯，好吧，那你的那个拿到了吗？年终奖？没有，我不知道。哦，对了，你的工资这个月扣钱了吗？没有吧，我不知道。我感觉如果说啊，如果说年终奖发了又扣钱了的话，那么现在这个工资就是对的。如果年终奖没发又没扣钱的话，现在这个工资也是对的。新年快乐呀！怎么可以啊？喜欢林佳怡啊？就是我这个月的工资，两个都是对的。听我说话吧，我这个月的工资跟上个月是一模一样。嗯。哦。我不知道他奖金发了吗？还扣了那迟到的500吗？我觉得他奖金应该是没有发的。你怎么这么关注我的奖金？对，没有，相当于没有发年终奖。那我年终奖刚拿我就扣500，迟到扣500。真假？他又不会给我送，所以当然是假。哇，这个好好吃！大家喜欢糯叽叽的东西吗？这好好吃。喜欢。年糕是那个红糖年糕，他在吃。嗯，扣的很多，对啊，我跟你说，扣钱的地方太多了。之前好像说不满六场公演也要扣钱。不喜欢红糖，不满多少公演？一个月不满六场公演也要扣钱。12点了，别吃了，林佳怡。当然会生气了。我这有把剪刀。过年嘛。红糖，嗯，红糖很好吃的。我也想吃，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带回上海。带回来的话，你可以蒸一下，真的很好吃。哇，那你给我带好吗？可以吗？这是你们那边的特产吗？还是什么？过年不能剪，不是过年，不是大年多少不能剪头发吗？应该是吧，但是我不知道上海有没有。那你是要吃猪油渣还是要吃这个？我都要，我猪油渣买了一包，一大包已经吃完了。30包被我全吃了，我真的太离谱了。我看到了一条
十五之前都不能剪，我刚刚剪了这么啊，今天领到钱的也不是，有一半的钱是 and baby 们领到了，有一半的钱，哎，好生气。哎，这个群里是不是发红包了？为什么他们在？哎呀，他们在祝赵雷姐新年快乐。旋风筷子铲车嘴。我二月不新剪头发，那我是在二月之前剪。我跟你们说，可能不是抢完了，嗯，不是抢完了，是就是你们没有领到。因为他到现在都一直在提示有人抢到，我是没抢，我不是没抢到，我的抢到的是什么一个亲亲一个抱抱什么？对，我这里提示前饭头抢了9.9块。哦，对，没有抢完，没有抢完钱，没有抢完红包，没有抢完。只是你们，你要不换个号试试，快点，有没有小号？你可以去换个号试试看。你说我吗？试试看。你们快点用小号试试看，他肯定没有抢完，因为他一直在提示有新的。你给熊子哥发了红包，大红包，多少红包？我也想要大红包。88块吧，笑死！我待会儿也要发一个大红包，我在想发多少。你是熊子哥的什么？很大，真的很大。你立马能告诉我吗？什么密码？说你未中奖，你要不换个号试试？换个小号试试看。我没选到爱奇艺。气吞万里如虎的精神，埋头苦干，勇毅前行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，为实现中华民族没声。我那会儿听到你直播说什么？什么什么街头放飞理想的青年，我就想到了爱情公寓。嗯，不是街头两个即将放飞理想的有志青年，是爱情公寓吗？嗯，走吧，我们除夕夜即将盛开的一朵花。笑死，你不是已经盛开了吗？我想盛开的再漂亮一点。你已经够漂亮了，你不能再漂亮了。我想像你一样漂亮。不行的。每个女孩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我的粉丝告诉。那我想争取赶上一下你吗？你已经超过我了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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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？林佳怡的粉丝要给我什么？因为我刚刚夸了林佳怡，林佳怡的粉丝要给我送祝福。什么？我现在满屏的小熊新年快乐。真的吗？嗯。骗我的。没有。这边满屏的，好像大牌，哪里像大牌？这就是年糕，真的很好吃啊，熊子爷，真的好像大牌呀、啊！我也想吃，我流口水了。我刚刚在我旁边，就是你们那边吃那个吗？就是红枣汤。我刚刚在我婆婆家闻到她在那儿煮了一锅红枣汤。奶奶家，外婆，我现在在奶奶家，刚刚去外婆家玩。熊子爷，你等一下。你说，谢谢住在熊子一心里，秃头小江的拜年。什么？林佳怡的粉丝也要给我送一个，送两个？林佳怡的粉丝不会不送吧？你是你的性格。不送 ，LU 真的是一个骗子，他上次买了我的东西都不给钱，他买你东西不给钱？对啊，他买我东西不给钱。真的喜欢吗？真的吗？哎呀，我知道的，不过就是一个二推或者三推四推的关系嘛，没事，放心吧，我不告诉他。真无语。新年快乐，红包拿来。我没有红包。春晚已经结束了吗，熊子爷？什么东西啊？春晚。嗯，刚结束。今天也有难忘今宵吗？有啊，刚刚最后一首歌就是难忘今宵啊。谢谢苏苏的户外金吊坠。公子查水表，弄查水表。谁？三个号都没抢到。三个号都没抢到。
我的粉丝三个号都没抢到，宝贝没关系。哦天哪，没有关系，就说明你今年一定会暴富，不差我这几块钱，不差我这几毛钱。查水表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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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破防，不要生气，谢谢你林佳怡，不客气。林佳怡吃了多久了？啊，我刚吃吧。春晚结束了，春晚结束了，你要去玩了？不要红包也要宝贝。破防了，哎呀，别，大过年的，大过年的开心一点，不要破防，大过年，大过年真大过年。怎么就破防了？嗯，不知道。新年快乐呀，贝楚涵，谢谢把这玩意染成绿的红包，谢谢你的红包。必须得春晚结束，那这么冷，这么冷，这么晚，你居然可以出门，我都不能出门了。刷到的抖音可以成真，可以的，我在这里分你一个愿望。谢谢琪琪。口令红包还有吗？嗯，不知道呀，你去搜搜看。就是他好像得要那个，得有点运气，不然的话不行。你的吃鸡朋友是谁？是我吧？啊？不要不要生气，大过年的，你说你现在新年第一天你就生气，那你接下去一年咋过呀？是吧？别生气了，听话啊，别生气了。新年快乐，小贝。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，真的别生气了。十七大聚聚，狗狗狗，开心一点哦。叮咚，不可以摆烂，新的一年还是要充满期望的嘛。还有我呢，别生气了啊，你们都。我生气了。你看我这里到现在还有人在一直在答对问题，我要放一些新年快乐歌。知道口令，嗯，加入应援群就可以知道口令了。口令是今年也要喜欢林佳怡哦，你可以试试看，不一定想到。甜蜜声点。新的一年，从早上上班开始，对，太辛苦了，太辛苦了，白衣天使们太辛苦了。我太喜欢这首歌了，这首歌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。新年单吗？嗯，是我跨年公演，青春公演最喜欢的一首歌。这首歌的歌我看了很多很多遍，很多很多遍。我很喜欢《甜蜜盛典》，《甜蜜盛典》有太多回忆了。其实。你播到几点？我不知道。你播到几点？我感觉我快了。我感觉我也快了，我给你发个微信。啊。好好好，快看快看。笑死。我们可以录屏直播。哦，那你要等我收拾完，那很晚嘞。几点？我不知道，我要去卸妆。可以啊，反正我没事。录屏会不会太晚啊？晚上几点？就我们俩吗？你问小鱼，他要玩吗？他不行了，小鱼肯定不行了，都十二点半了。小鱼登了他妈妈的号呀。谢谢你的五十。这叫张冉冉吗？好啊，那我问问他。嗯。新年了，让我打个电话给我们冉冉姐。哇，真好，她会理我吗？谢谢你，新年快乐。小鱼强制睡觉了，那小鱼呢？不生气啊，他的粉丝都不给我。领到了爱的抱抱。嗯，那就是没领到。哎，张冉冉，新年快乐呀！快乐呀！快乐呀！你在干什么，宝贝？我在直播。什么？我说我都破音了。你在干什么呀？我就说呢，你要不是直播，你打电话了。我想找你，找你打那个来着。啊，没下呢。张冉冉。啊，没下载。你是不是想被我揍？我昨天叫你下。你说好的好的，我知道了。
今天一天你有空敷面膜，有空洗澡，你没空给我下下。我巴掌给你吃，张然。笑死我了！你在直播，你能不能温柔一点？没关系，都是自己人。哎呀，等一下发红包，我要抢一下。那你去抢红包吧，你快点下，我明天找你。现在打开你的。我现在下一个。APP Store，我等你哦。但一天还没有过去呢，我怎么又过一个了？快点，我等你哦，拜拜，晚安，新年快乐，快！谢谢锦鲤，谢谢睡觉的荧光棒，谢谢你的虎虎生风，谢谢你的虎虎生风，祝你新年快乐。今天充鸡腿充了你1000块。你充1000块钱哦！祝你新年快乐。好吧，别睡觉，我待会儿还要发红包呢。你们不会不在吧？不在的话，那我只能明天发红包。我明天下午5:30。不是，他把口袋四八卸掉了。我们过年都玩吃鸡，不是？其实我不会玩吃鸡。微博让你洗洗手再来。那你要不洗洗手再试试？好，那就5:30。他说他不下口袋四八，谁不下？张冉他不下口袋四八，他可以下花荣啊。不是啦，他不是下不了，是他不喜欢。啊，好吧，就不想再下这个了。我们三1000块礼物，是我小五还有小林吗？1000块钱你刚刚送了。什么？你送给了小五1、2、3、700块钱？张冉不喜欢你，你先爱爆了。没有，张冉怎么可能不喜欢呢？对，微信红包好像是看命的。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甜蜜瞬间。哦 ，Oh my god！ 你好爱他，我们要哭了。别气。别什么？不是，张冉说，因为我当时跟张冉说，我说你快去把游戏下回来，我们就可以甜蜜双排了。然后张冉说，你怎么跟谁都甜蜜双排呀、啊？不是啊，你这个老海王，你过分了，你怎么回事？因为我如果跟张冉说，要跟大家一起玩的话。他可能就会害羞什么的，他就会拒绝我，因为他已经把它卸载了。你第一次跟我说甜蜜双排的时候，我以为你多爱我呢，没想到你跟谁都甜蜜双排。没有爱我，我当然跟你说甜蜜双排就是甜蜜双排的。你看张冉跟我说，甜蜜双排的意思又给我画饼。像没有啊，我昨天你看。我看到你在撞玻璃，我就来找你了。有人在骂我。你说谁在骂你呀、啊？你在骂我。一是骂，二是想，我在想你。都在骂我，为什么要骂我？海王。我不是。你就是。李岩给我发了个红包。李岩，他刚刚还在我这里出现了耶。真的吗？他给我发了个、怎么回事啊？完了，开始了，又开始了，我这个鼻子开始了，兄弟们。Are you OK？ 哇，李岩也给我发了一个红包，你收了吗？没有。你要不说说看你有多少？那你要收吗？要不然我们俩一起收。好了，我现在已经打了5个喷嚏了。你们觉得我今天晚上会打多少个喷嚏？1个。你要一起收吗？来吧，1、2、3。
六块六毛六，八块八毛八，什么意思啊？嗯，就是说，可能佳怡姐姐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吧。哼，笑死我！完了，我的鼻炎开始了，我可能真的得被迫下播了。我有没有打到十个喷嚏？没呢。九个了吧，等我打到十个喷嚏我们就下播吧。九个了，你们看，你鼻炎是什么过敏啊？我不是过敏，就是是鼻炎，就是可能一下子刚刚冷到了或者怎么样，就会有一点。我鼻炎都是闻到东西然后才打喷嚏。我不是，我可能一下子着凉了，多穿一点。可是我今天你穿了很厚了，我已经穿了三件衣服了。一百个再下播吧。嗯，感觉第十个都没有出来。左左发红包了，哇，真的吗？我抢了0.82，我抢了9.42，啊，你好惨。我很好，只是偶尔眼泪会从眼里掉。我好厉害，嗯，谢谢左左，新年大吉大利。夏雷姐新年快乐。哎，大家们，我第十个就不出来怎么办？谢谢婷同学的红包，谢谢你的红包。你给李岩回过去了吗？回啦。他收了吗？嗯，哦，我还没回呢，等一下。是不是他有个随机红包？我记得。对，他就直接是半年红包，我这打开就是8.88。完了，我第十个出不来了，怎么办？有些时候话就不能说得太早，我现在十个出不来了，就是我换个金额传下去。林佳怡的喷嚏最多只能打九个，就是打不了十个，那不下播，留在这撑着。林佳怡的喷嚏最多只能打九个，打不了十个。新年好呀，新年好呀。我的刘海变成条形码了，给你们分享一下我的脑门吧。啊，对啊，今年肯定会很顺利的。我也觉得卢卡很上头。你压岁钱已经2000了，好了，你们俩私底下去打架吧。晚安啊，我在等我的第十个喷嚏，我的第十个喷嚏打出来我就该走了。加我在乘凉，谢谢蛋推的一个红包，甜蜜三排，我真无语，拜拜。今年已经把刘海掀开了，兄弟们。我刚刚躺在那里躺躺，我酝酿一下，等我酝酿一下，打完十个喷嚏我就要下播了。不许打喷嚏！可是我打不出第十个了。还要下去卸妆，啊，卸妆还要下楼卸。嗯，我不是掀开了吗？刚刚打喷嚏，对，因为我刚刚打了九个喷嚏，我刚刚说如果打到十个我就下播，但是他打到九个，我就打不出来了。我怕帽子到了掉了，不会，不可能。我今天抢了好多红包，天哪！今天打喷嚏可能一直在想我吧？真的吗？那我刚刚打了九个，没刘海，当然了，就是你知道我可能不止遮了这么一点，万一我遮了一半呢？就是说，对吧？大王王他怕多少？娃娃，我在。我先给你挂掉了，小熊。不要。
那你聊你的，我聊我的，很吵耶。不聊了，我听你说话。我听你说话。我唱歌行了吧？新的门，你不说，你说不准。我到底说不说？我说不准的。你说我感觉我们俩真的很像在电我。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有鼻音了？有一些些。人家也来唱歌吧，我先下播了，兄弟们，不要等第十个喷嚏没有了。好吧。你要下播了吗？他这个唱歌是怎么唱的呀？什么唱歌怎么唱？哦，就是有人点，然后你唱就行了。你唱过了吗？不是说没有啊，他不是说得有什么耳麦什么才能唱吗？不用啊，就是其实会比较吵，就是如果没有耳麦的话。他有原唱什么的吗？没有，就伴奏。过哦，明我的是5:31发吧，明天，今天下午。可是我昨天听五不寒电台，他好像能放原唱。不行哎。再连麦不能单人唱，我们还能双人唱的吗？我们可以双人唱的，真的？那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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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的。我们双人唱什么呀？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啊哈！你点一首，你要点什么？我不会呀、啊。其实我不会唱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其实没有太懂这个。10000块，笑死。嗯，其实很简单的，就跟 KTV 一样。KTV 一样。嗯。怎么弄呀 ？OK， 点了情歌王。我们唱那个《巴啦啦小魔仙》好不好？刚刚 OK 点了情歌王，还有一首《爸爸妈妈听我说》。情歌王是不是有一点难了？10分钟。你要唱哪个？这个鸡腿是我自己设置的吗？还是他这个主动的？这个是不是有点太贵了？我要不把它调低一点？你重新再那个。情歌王，你要唱吗？这个太贵了，我先把你们删掉。这个太贵了，宝贝们。你等一下，我先把刚刚他们点的那两个删掉，因为680我觉得太贵了。两个人加起来680，我和熊子两个人680吗？这个也太贵了吧，680。哎，点个价格1000万，个十，个十，百千万十万，哎，个什么？个十百千万十，个十百千万十万，十万一首。十万一首，到时候我和熊子怡就可以一人5万。那我们唱什么呢？没有啊，双人不是平分啊！我一个人拿10万，这太多了。唱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不，等我研究一下这个，我们再搞这个。抢钱了，谢谢小九的玫瑰花。唱什么呀？这什么东西啊？怎么弄啊？爸爸妈妈对我说，是不是那个你对我好？我对对对，我心里都知道。学学这个，学学那个。我心里都知道，我学学这个，学学那个，忙得不得了。那个，哦。等一下，我在看这个规则，你们等我一下啊。哦，如果我不收掉的话，就是说如果我不收掉的话，他们要一个月之后才给你们退呀。熊子怡是200，我这是10万吧，应该是。好坑啊！你放过去吧，拿去给他们。什么？你要睡觉了，不允许睡觉。妈妈睡觉了。
哦，我之前480，所以680是我唱完之后我拿480，他拿200，因为我之前没有点这个东西，所以我不知道他是这个，那怎么办呀？那怎么办呀？现在他们应该点不了，因为现在他们点的话得点100,200。现在什么情况？你那边？现在就是有两首歌，嗯，一个是什么情歌王，嗯，还有一个是爸爸妈妈那个，还有一个爸爸妈妈，要不可是他，那你们点了我就现在就这两首，我就先把爸爸妈妈们放了，我们就先点爸爸妈妈，我们先试试看好不好？那我就先试了，小杨，美女都是一样的。让我来先试试看这个，让他们取消啊！他们还可以取消的，那快点取消吧。他们可以取消的。熊子怡那边是不是也是10,200？不是，200。因为我是10,000，我是100,000，取消吧，你先取消吧。我这里不是200吗？因为我这里是10,000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，那可能我的商人就跟你一起过去了。那里也是100,000，是因为这个。然后等我把那个，你是200对吧？哦吼，10,200加起来。对，因为10,000在我这，200在你那儿。哦，我真无语啊！好了好了，你怎么这样呢，熊子怡？你是插队的。我刚刚已经唱过三角函数的歌了，你不在的时候。其实这首歌我都会跳，你知道吗？笑死！因为那个时候本来说有一个地方要出外物，要跳这个来着。啊，好，快去睡觉吧，晚安。我很快要下播了。啊，就很离谱啊！找了6个插队的人去跳 owner， 找了6个插队的人在外务里面跳 owner， 就是说一整个，就是那个户外活动啊，我们去学了 owner。谢谢 OK 的一个红包。所以说就是说，你们理解吗？你给我点个伤不起，可伤不起我不会呀。我不会伤不起，我会。我想唱巴啦啦小魔仙，我想唱巴啦啦小魔仙，有没有啊？就是春天有个魔仙包，这个我想唱这个。这个应该有的。我想唱巴啦啦小魔仙。我也想唱，我们可以自己点的哦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你们就别点了，我自己点吧。哦，突然想起来了，我们可以。你们别点了，我自己点，谁都不许给我点，我自己点。等一下。我先把那个东西调上去，谁都不许给我点歌。哎，我把 OK 拉出去打死。已经有人点了这个 OK。我把 OK 拉出去打死。因为睡不着。让我看看。好的。操作失败。啊？已经开始了？这是什么？你唱了 OK 的巴啦啦小魔仙。我们再唱巴啦小魔仙。从前有魔仙包，有个你忘不得了。美好，有美好。天大地大真奇妙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，真无语。那我有个好奇迹，可以停下一起去寻找魔法的秘密。你看到巧克力，表面是草莓的。快点，快点，熊子怡来了，来了！啊，小魔仙就一呼喊。你的一张
小魔仙衣服，每个梦想有没有爱力量，我的大力变小像翻身的梦想，我们才能够成长。笑死了。这怎么唱？得到魔法的才是比不上我得到友谊，有了爱世界太美丽，一次探险一次游戏。东西啊，我都没有听过这段。一种规律，一种勇气，为这世界送上。嗯，我有个好奇，我约定在一起寻找魔法的秘密。我还在播，还在播。我来了，小魔仙。播了吗？没有，在妈妈那里。谢谢 PS 张九四的一个红包。现在你的梦想，有你的呼唤，你成长。啦啦啦，谢谢。我与你呼唤。其实跟马上不一样，我要有爱力量，我的法力变强，终于学会安无声，我们才能够成长。小魔仙不怕危险，有一天遇到风雨和雷电。小魔仙，你赢了吗？你刚刚打麻将赢了吗？就是说这首歌也挺难的哈，真的好难，我都不会唱。对，我以为很简单，因为那天我被传在 KTV 唱了，但是没想到不是这么难的。我要点一首歌，所以我说吧，别点歌，等我把那个歌曲设置上去，不要浪费鸡腿。他不是我自己点一首，他们又不知道我点什么。请求读取失败啊，太多了吗？价格不能大于这么多哦。他觉得我太贪心了。嗯，可以。笑死了，我爸为什么来了呢？这什么东西啊，这什么东西啊。这什么东西啊，这还是什么歌。我昨天晚上看你们那个，然后我就被他洗脑了。你那不是我在这无人的角落，你要结婚了，新郎不是我，太多的难过，我该对谁说？你为什么不唱啊，佳怡？你为什么不唱？谢谢推杀了一个大神。新郎不是我，你点进去唱吗？这不是你要对我唱的歌吗？要幸福快乐，太多的执着，太多的不舍，你给的完美都已经过期。谢谢，新年快乐哦，老爸。多的不舍，眼泪泪光闪烁，不会再多了。太多的啰嗦，多的懦弱。曾期盼的幸福都已经错过，不结婚了，我不结婚了。听完你这句话，我不结婚了。马上叫战区的那个粉丝把捧花还给我。新年好，你要结婚了，新郎不是我。余佳慧，你有毒。小鱼来了，你要结婚了。
新郎不是我，太多的难过，我该对谁说？你要结婚，怎么还没结束？我真无语啊！你要结婚了，新郎不是我，你要……我跟你说，我眼泪都要流下来了。真的，我眼泪都要流下来了，我真无语啊！我眼泪都要流下来了，熊子怡，我很，这首歌是你就是送给我要参加最佳拍档之后的那首歌吗？你想太多了啊！那好吧，原来是我想太多了，笑死了，全是感情。没有技巧，全是感情，敏感关系不唱不可能的，怎么可能唱？不会唱。然后你昨天看了被传朋友圈是不是？对啊，我看到你们那个，但是这首歌之前我就知道了，之前有粉丝推荐我唱这首歌来着，推荐、啊、不是，就这首歌很魔性。你要结婚了，新郎不是我，就是他那个原唱更搞笑，你听过吗？没有哎，我只听过这个版本的。遇见你的时候，所有心思都落在我的头上嘛。给你个机会点歌。漏。给你听听哦。修理发红包。谢谢小白罐头的一个红包。那么久了也不会唱了吧。不是还是这首吗？不是还是这个人唱的吗？对啊。我博涵微博发红包了，他口令是什么？可是我不知道他的口令啊。我也不知道。你要结婚了，新郎不是我。没太多的承诺，红包没钱了。阿哲，哇，小五发了600多，哇，真的吗？哇，确实，小五，没事，小五今天给我发过红包，他给我发了520，我给他回了521，521，就等于四舍五入，我给了他1块钱的红包。就等于1分钱都没有，没有那个。吓死了！你的意思是说我也要给你发吗？没有，你给我发了1块1毛3，我给你发了5块3毛1。哦，对的，想起来了。对，我给你发的红包你还没收呢。我收了。你收了吗？再仔细看一下，我收了。没有哎。就想到1块钱，挺多的了，我觉得1块钱挺多的。不是不是，我就像我朋友也给我发了。52一样，我也给他回了52。这个就是说，只是一个仪式而已，就是一个仪式感，就是说我给你发，你给我发，然后大家一分也没多，一分也没少，就是这样一个仪式感而已，小小的仪式感，不要你们不要，你不要想太多，就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仪式感而已。小猫咪，磕爆了！谁跟谁呀、啊？
个夜晚，这个可怕的夜晚。你当姐姐还是我当姐姐？我不想当姐姐，也不想当妹妹。那你呢？我是妹妹啊。对啊。为什么我是妹妹？那你当姐姐。吃饭要啦。好奇怪，我跟你两个唱这个，确实有点。小玉来了，小玉想跟我唱。你想，小玉想跟我唱。那小鱼打个电话给你唱就好了，我这边可以给他连住，我可以听你唱。小鱼什么时候可以直播？什么？你想跟我唱？我知道，你不用再说了。佳怡姐姐，你今天在干嘛？谢谢 SNH48 和王瑞琴送的一个大神，谢谢。你看我，嗯？这个版本是公司上传的吗？它是 QQ 音乐里的那个听的。QQ 音乐哦，它跟 QQ 音乐连的是吧？嗯。我是说这个版本是能放的吗？公司他有他的想法。啊！怎么会放这个？因为我闲得无聊就点了这个。嗯，就是说河内只有这首歌能让你动容了。熊子义，你拉票公演没有夜蝶我不看。那你的意思是邀请你跟我夜蝶吗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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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不是，你想你放到河曲就只能放这个，那就说明在你心里，咱们河曲就是说，就在你心里能让你留下印象的就只有夜蝶了。那么你这么喜欢这首歌，那么你拉票公演没有这首歌？那我懂你意思了，拉票公演我肯定邀请你挑夜蝶。No， 你怎么这个样子啊？那我想要当姐姐。可以啊，姐姐。我在小熊的 B 站搜索记录看到了五个字，那是我妹妹的好吧。我在小熊妹妹的 B 站搜索记录里看到了五个字，姐姐我可以。真是很离谱。真无语。妈妈已经睡觉了。嗯，没夜蝶你不去，肯定有夜蝶，肯定有佳怡的夜蝶。佳怡没有夜蝶。佳怡有夜蝶。佳怡没有夜蝶。为什么打问号？真的，这是真的。这是我们在学那个，我们在学妈咪的那个晚上，我打开了小熊的 iPad， 我在他的 B 站搜索里看到了五个字，从此以后，哦，我在小熊妹妹的 B 站里看到了五个字。走吧。但是他们不知道，很多人好像不知道。姐姐，我可以试一首歌，你们可以自己去口袋那个搜。啊，真的吗？我都没有听过这首歌。一首跳舞的歌。悄悄的，今晚相遇这里，步步相遇，不要向任何人提起，要保密。兄弟，我好困啊，我要去卸妆了。好的，然后再来找你。好的，你记得吗？我记得啊，拉哥，当掉。怎么做啊？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再写，等我一下。好，我先走了，拜拜，晚安，新年快乐哟！新年快乐，拜拜。
哇，南北方差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不过小五包的红包包的好好啊，东北新年快过年好哦，新年快乐，过年好，我们也是过年好啊，我记得我们也是过年好，普通话就说过年好，如果是跟亲戚见面的话，不是普通话就说新年快乐，如果跟亲戚见面的话就是过年好。的美好瞬间，哇，我的小琴还在直播，吓我一大跳。你还有46年就退休了，我还有7年，我还有8年就退休了，我比你早一些些。几点下播？快了，不过小五真的发了好多红，好大一个包啊！他搞得我都不敢发小了。我也喜欢这首歌，我也觉得好好听。它是我最喜欢的新年单。小白罐头，你们那边过年有什么习俗呀？你们现在晚上会出去打麻将吗？我感觉我们这边的人都是去打麻将打牌，你们那边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没什么区别，好吧。那我20下播了。其实林佳怡找我去吃鸡了，不知道他会搞到几点。如果你们还活着的话，那我就吃鸡录屏直播吧。看吧。林佳怡是一个，你挺不住了，好吧？到时候我只能，找一些深夜档。反正录屏直播又不用说话，感觉还挺轻松的。林佳怡不会吃鸡，他让我带带他，跟他甜蜜双排。谢谢苏苏的一个梅花，谢谢。以前特区会放烟花，超美。特区，这是区字吗？我们家现在外面还在放鞭炮呢。苏苏，你那里还在放吗？连着放的那种。我们以前年夜饭都是去饭店里面，然后跟外婆什么的搞两桌，现在过年都是自己在家里吃了。放 ，Oh my god， 怎么又是夜店？
听到警车？警车在哪里？是你那边的警车吗？好大声的鞭炮，我现在好像没怎么听到，刚刚一直在听到。放半个小时以上的，我们这边是从晚上一直放到大年初，不是大年初一的早上，一直放的那种。你们那儿不让放抓，我们这边也不让放，但是今年好像每家都在放。我也想要把句句炸上天，可是你们当时好多人都不在，都没有那种体验感。抓不到就是没有放。美杜莎的温柔。机器人，我好像知道口令也有机器人，不过抢这个东西也要用机器人吗？发一个小一点，那我发多少？那我考虑一下吧，我思考一下。很挣钱，5块钱五个包。那就是发小一点对吧？我想一想，你这个提议会不会就是说太少了呀？明天5:31。那个时候我应该在电影院看电影呢。现在这个点应该没有人要抢红包了吧？大家可能都在玩自己的或者睡觉了，感觉。确实给机器人不值得。那我看看，小五也给了太多钱了吧？哎，明天我要去看那个叫什么，这个杀手不太冷静，听说很好看的样子，还有长津湖。他发了2个600多的。哦天哪，我也心疼了，救命啊！我下播了，拜拜了。新年快乐，苏苏，拜拜。新年快乐，琪琪，拜拜。新年快乐，小白罐头，拜拜。10 9 8 7 6 5 4 3 2 1 0